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yman。 今日我又嚟唱歌，去堂会。堂会其实就喺罗湖都好多年噶啦，不过我一直都冇嚟，因为我去开皇室派对。堂会呢边就平啲嘅，100蚊唔使，唱3个钟任食任唱，就比皇室派对少咗1个钟，但系平30蚊。今次我就去拍片，就试一试啦。而堂会呢度喺边度呢？就系喺太平洋桑拿后面，近住罗湖火车站嘅。具体地址我就放喺资讯栏嗰度啦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望一望。嚟呢度可以唱完歌、食完嘢，就去揼个骨，再去食宵夜，一条龙。好方便嘅。先嚟睇下啲汤啊、粥啊。呢度个裸餐区就冇皇室派对咁大，望落啲嘢食都系偏中式啦，就唔似得皇室派对咁样多啲其他嘢食，其他嘅菜式菜系啦，应该讲系。可以自己仲有豆腐花，呢个系话俾你听，佢系又有真嘅蜂蜜啊！而家就系5点钟左右，堂会呢度有啲特别，就系佢下昼都有嘅，中午开始佢就有呢个自助餐嘅，加埋唱 K。仲有斬料食下喎，喺呢度仲有個酥皮嘅忌廉湯燉木瓜。先嚟睇下房间，
我哋两个人就俾咗间中房啦，比皇室派对要大，仲有独立厕所添，呢个真系唔错。堂会其实喺罗湖都好多年噶啦，不过真系去开皇室派对就唔想转场，今次特登过嚟试一试。而家暂时先攞咗一轮先，都要食快啲，因为得三个钟头啫。食得嚟又唱唔到歌，唱得歌嚟又食唔到嘢。当然你可以去续钟嘅，到咗八点之后。第一轮食完呢个辣子鸡 ，OK， 感觉做得唔输有一啲川菜铺，而呢个咕噜肉都 OK， 个皮都仲系脆嘅，因为佢个粉浆比较厚啲，但系调味就唔错，真系。好過啲茶餐廳添。不過呢度就冇壽司咁多款啦。皇室派對就有刺身啦，壽司都比較多選擇。而呢度主要食中式嘢食，暫時食落咧味道就好過皇室派對好多啦。皇室派對呢幾年啲嘢就越嚟越鹹啦，唔知點解啦。睇嚟我就可以改主場啦。仲有鐵板燒可以食下喎。啱啱食過呢個花膠就麻麻地，服務員好熱情啊，因為冇乜客。又 encore 咗個咕嚕肉、辣子雞，仲有燒鴨食。呢個咧就係煎牛扒，唔係我食嘅。跟住就整碗老火湯啦，呢度仲有啲點心食喎。你好，羊排骨跟凤爪糕点炖汤。等一下，食咗三轮啦已经。讲真系味道就大致上比皇室派对会好少少嘅，但系品种就冇咁多咯。而佢呢度个音响就比皇室派对差少少，出嚟嘅效果。啱啱讲话佢呢度有个每间房都有厕所，好似应该系中房开始会有，都。几干净企理啊！我就觉得我应该嚟紧可能会转场啦，因为呢边好似好啲，可以转下口味啦。啱啱发现呢度啲歌系少过皇室假期嘅，另外蔡枫华入边居然冇我首任歌喺度添。大家知唔知道邊一首呢？食飽唱飽又出嚟睇下啦！原來佢呢度仲有啤酒可以攞，可樂可以攞添喎。哇！好飽好飽，又整一碗河粉加個炸魚皮，忍唔住，最後呢碗，最後呢碗。行咗一圈都幾飽下啦，已經食咗四輪，
就今次就攞個叉燒酥蛋撻試下啦，同埋啦個豆腐花。今日冇咩人，嗰啲服務員真係唔知係咪驚剩得嘢多，俾完呢個叉燒酥同蛋撻，仲問你夠唔夠，夠唔夠？好多人驚，第一次試過係咁樣。再總結一下糖會同皇室派對分別啦。呢度就90几蚊三個鐘，皇室派對就130几蚊四個鐘。嘢食咧就呢度少過皇室派對三分之一最少。歌咧亦都少過皇室派對，音響咧就差過皇室派對。但係價錢就擺到啦，差咗30蚊。其實啲嘢食咧就有啲係好食過皇室派對嘅，做得精緻啲啦，味道各個方面。服務態度都好過皇室派對，可能因為而家冇乜客啊，所以我就可以話介紹下你哋嚟呢度啦。堂會就喺太平洋桑拿後面啫，地址就睇資訊欄啦。咁今次條片就係咁多啦，如果大家鍾意，希望可以畀個 like。下次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